是把这几个草地的战术可以这几种场地的战术可以算是结合在一起。好球！一向含蓄的费德勒也对自己刚刚的这一板回球非常非常的赞赏。现场的掌声经久不息，确实，这个回球是，也是显示出了费德勒非常好的球感，因为在刚刚的这一板回球当中，费德。